家好，我是妮娜，欢迎关注我的健康美食视频。最近周围好多人感冒，流感病毒猖狂，我家熊哥就不幸的感冒发烧了。然后我最近就研制了一道，适合感冒的病人吃的美味佳肴，主要用的汤底呢是珍珠鸡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会飞的鸡，38刀1公斤，好贵的嘞。老板说他订了3个月才进到的货。哇，我已经闻到鸡汤味了，超鲜，感觉很香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破壁机做一个杂粮糊，大概需要40分钟。现在我们来处理丝瓜。白花花的米糊，好，搅拌一下，这个就是鸡汁丝瓜米糊，再煮点面。舀两块鸡肉，哇，两块鸡腿，你们真是手气好，一捞料两块。感冒真的好难受啊！喝一碗我的鸡汁丝瓜米糊，啊，感冒也可以吃的很美味的，这个嗓子疼也很好吞下去的。尝一下这个珍珠鸡，一吃就知道它会飞，口感跟鸽子有点像啊，是吧？吃饱喝足了，其实我还准备了一道甜品，叫藕和梨，来看一下。藕和梨了。